因为这是一寸的料子，所以说长度需要从这里开始算起。新色的程序已经放进去了，程序试出来的样品，因为这个料厚，所以说这个平面磨的没有这么明显，只有一点点。然后因为这个料的头长，所以说需要从弧度一样的开始。